说起侧帘挂车，帘车由于两侧和后门均可以打开，叉车操作宽度可以达到车厢的整个长度，节省 70% 的钻卸时间。自重轻，侧帘车的帘布相比于普通厢车的复合板更轻，搭配高强度轻量化材料，提高了货物的钻卸重量。防护好，侧帘布除了提升钻卸和封车效率，还能在运输过程中防尘防雨，保护特殊货物不被污染。